哎，妈妈，我等一下问你，我先问一下怡翔，因为像这种募款仓会在国外也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国外状况跟台湾，或者说跟中国处理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我觉得我需要先为跟观众道歉一下。那道歉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其实现在选大安文山区的议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文山区有一位立委叫赖世葆啊，是。那他其实讲了一句话，就彰显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选举文化是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为什么？他讲了一句话说，对于民进党在美国的参叙催票，也应该比照严查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他认为说美国的参叙是跟这个国台办办的参叙是有 是有一点类似的嘛，同样的界限。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差异呢？因为他搞不懂在美国是人家要付钱才能参加的、不是你给人家钱参加的、所以是不是在美国办这些参会呢，其实是理论上你是一个募款参会，你是为了支持这个参选，你当然是有这个双重国籍或者是有我们的本国籍嘛，对不 对？然后你买一个参券，可能这参券是100块美金200块美金，对，那你去参加之后，那这钱就算是一个政治募款嘛，对不 对？所以他搞不清楚状况是说，今天中国是付人家钱6500块钱的机票送给你参加，参加之后希望你回去投票投谁，投韩国瑜。今天民进党的状况是说，你在美国是拜托大家的帮忙，拜托大家来募款，来支持我们的。其实民进党在台湾的所谓的募款参会也是这很大的差别。像严宽是说我给你好料，你来吃免钱，那就有对价关系。对，可是民进党或者一般正常政党募款参会说，我给你的料当然不错，可是你来要付超过这个料的钱。对，那超过这个料的钱就是你对于候选人的支持，这是合理的政治献金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不同。但是我必须也提到一点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看到现在这司法判决当然下来，可是这现象其实对很多人是不意外的。为什么？其实在选举的时候，甚至在选举之后，美国很多智库就有出这个研究报告，指出确实中国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影响力操作。那连 AIT 的主席莫健曾经跟我公开说过，他非常担心中国是有这样子的影响力操作来介入台湾的选举。那其实最后还有斯坦福有一位大学叫 Caris Templeton， 他直接也写了一篇报告，长篇大论的报告，指出确实中国就是透过各种办法用影响力操作台湾的一个选举。那他其实提到一点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思考的，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必须去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查办，而且确实是在选举期间就应该要加强这样的查办。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相隔多久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相隔几年的时间，这现象才出来，韩国瑜都复出了才判决下来，对嘛？那其实人都已经回来，都已经领6500块，到6500块都飞去哪都不知道了。对啊，所以你现在才把这查出来，那所以确实，当时就应该要加强。像张善政参加这个活动，就代表这不是一个私下的活动嘛，这是一个公开活动。那既然是公开活动，当时就应该要积极去查办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贿选，甚至于有这样子的影响力操作的现象发生嘛？是非常谢谢宜翔。哎，妈妈，你要补充是不是？我想补充一下，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韩国瑜他当初之前就不管，我以为你要不爽立久斗内太少给你耶。立久抖音太早，我等一下讲柯文哲坏话哦。抖音多一点，我等一下就不讲。我们等一下就来杀柯文哲，杀了他不要不要的。来，我要讲啊，就是韩国瑜当初他不是从初选开始办活动吗？就各种每周造势，每天造势。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问说，这造势钱哪来的？他都说是他的支持者办的，他每次都是被动参加，所以他其实韩国瑜从之前在选总统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他的那个造势活动是谁办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现在说他不知道，其实是很情有可原的，你们干嘛逼迫他呢？他连自己的政策都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谁办是正常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他那个时候每次都说哦，我被动参加，我不知道，然后就上了台，就到了现场上了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太过分了。